小初夏，快进来啊，走。我来看看你需要什么。需要锁门。家规，家里的孩子的门不许上锁。 哦，我忘了，你不是这家孩子。对于你妈妈的去世，我理解你。支票收到了吗？死了。好，那我直接说重点。我理解你，但是我不希望你留在我家，我可以再给你一张支票。 上面的数字你自由发挥。批方文可以走了。那你当时死缠着我要那50万干嘛？你别跟我提这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我妈，所以你不需要有任何担心。我会尽快离开的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那我也不强人所难。哪天你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 我会兑现我的承诺。我告诉你，我对这种寄生虫的生活不感兴趣。难道他是我的例外？怎么可能？ 初夏，你大半夜不睡觉来我屋子干嘛？你说你是不是有？看来屋子的确得锁了。我现在和女生接吻，好像真的不会过敏了。女生。 神经病。